比分数容易哦。给我跳掉一题，我觉得那个分数我做得很行的。我们跳掉一题，需要重写了。嗯，还是快快写掉它。OK， 我快快写掉它。来进来了的，我快快写掉这个第三啦、啊，因为我想要 skip 掉它了。我知道大家很简单对那个分数，因为我也是。耶、yeah, ，一袋米的重量是12 U 二分之一 kg， 然后它分成八个小包装，每一个是1 U 四分之三 kg。他讲足够装进那些小包装吗？就是足够装满八个。一 U 四分之三 kg 的小包装嘛，他讲，嗯，说、so, OK， 如果这个啊，其实啊，我想要做它的就是完整的横式，减不到，嗯、减不到对吗？对哦，12 U 二分之一 kg 除一 U 四分之三，哎，除啊，好像不是除哎，是除哎，不是，还要分成八包这样的东西。八包哦，一 U 四分之三 kg 的东西，哦，因为他已经知道几多包了，所以不用除了，直接减掉 ，OK？ 你这样做的、啊？我是拿一 U 四分之三乘八，然后拿到答案 ，OK，OK， 才被他减，对不对？啊 ，OK 啊，如果一次过写就是12 U 二分之一 kg 的米，要试下能不能装在八包、哦？哎呀！啊、我给人进来先啊，八包一 U 四分之三 kg 的，如果剪出来哦，没有 negative 就是装得到啊，可以装得到八包，有 negative 就是装不到八包，知道吗？大家，video 开会啊，大家在吗？这个我快快写掉啊，我知道你做到很显了啊，我快快写掉它。OK， 就是这样。老师在，我在。OK， good。啊，分数的最后一题哦，来加油！全部变加分数先，24、25。哎，14、17，对哦 ，OK， 做乘法先。这个可以越减哦，八跟四，除四变二，除四变一，说乘上27、14。OK， 十四做不到啊，要给他那个分母啊，隐形的 E 要写下去啊，所以分母变一样乘28，减不到哦，看到吗？说25减28，是不是减三？对吗？所以你看啊，做出来啊，我的这个大袋的米哦，这样多啊，要分装成八包小包的啊。八包一 U 四分之三 kg， 分不够哦，不够还欠这样多哦，你看到吗？减一 U 二分之一，还欠呢、啊，减就是还欠，对不对？我写小点，一 U 二分之一哦 ，kg 的米，所以现在啊，我要给他的答案是，他讲如果不够啊，这个滴答，我要讲滴答嘞，真的是滴答不够，滴答足够。还需要多少啊？perlu 啊 ，ditambah 一 u 二分之一 kg 啊，给他分数。如果他那一题哦是用小数点，你就用小数；他用分数，你就用分数。不会错，他会扣一点分吧，我最多。哇，扣一点。可能呐、啊。看老师 ，no 啊 ，lucky 什么意思？啊 ？lucky 什么意思？你干嘛就在？他讲在增加 ，lucky 在，就是他需要再增加一 u 二分之一这样咯。1.5 kg。needs to be added
OK， 就这样啦。Of rice needs to be added， 不用紧啊，可以了。我跟他的题目吧，所以那个回答你不用太担心句子啦，你看他的问题，然后你尽量的回答就可以了。你会发现我的这个答我没有放 negative 啊，因为 negative 其实是一个在这里是一个指标给我们看，就是欠一又二分一哦，所以我讲哦需要加多一又二分一哦，这样不了。OK， 大家给你二十秒写完我们今小数点的了啊。什么意思啊？这个这个啊，可以。如果你好像和我用有的人或者是有时你会看到哎他们用这个代表哦这是我的答案也是可以。我是习惯用这个这样的话一个井字这样也是可以，你喜欢。在这里啦，其实真正答案是回答那边啊，这边应用题的话看你习惯用哪一个。OK 啊，大家我 clear 掉了啊。要写啊 ，OK。写下好一点。哦 ，OK。Jenny，OK、okay、吗 ？Jenny， 你今天这样进的。安静的在的吗？他没有叫什么的，他只是一个 symbol 嘛。嗯。我在旁边的三立点要写了。要不要都可以。这个三立点哦，其实就是我该画的那种这样的，跟老师讲我的答案在这边嘛。好了。啊，所以你可以有一个你自己习惯的一个符号，你用这样也是可以用哦。老师知道是答案来的。你看，要给人家，就好像指给他看的吗？啊，指给他看，不然我们哇写到这边又这样多东西，这边又这样多东西，老师要找到答案在哪里？OK 啊，可以聊聊啊。OK， 来这一个啊，零点，说刚才我们算到的这个是零点六的哈，所以这个是零点九对吗？零上一个就减零点三哦，对哦，然后减零点六，然后减零点九，对不对？这有问题吗？Jenny， 你在哪里？阿金 ，Jenny 真是不在耶。阿 Jenny， 要打电话过去。Jenny， 子柔、舒桓、春红、Steffi 在的吗？严强，在。嗯，对，那在的是谁来的？哦 ，OK， 子柔有。我知道子柔啊 ，Koi 啊，每次会给答案的游戏啊 ，Steph，OK，Steph，B， 在啊 ，OK 啊，我们继续啊 ，OK， 这个是怎样啊？这里是减零，一点零，这里是一点五哦，这样这里是几多？这个你做到几多？这个这里是一点一，零点五，嗯，一点一 ，OK， 你可以 try。1.1 1.2 1.3 1.5 啊，有一个是零来的嘞，就是零还在很漂亮哦，所以啊是应该是 0.5 来的，我们再试一下啊，是不是减 0.5 对，然后零等一下带啥 0.5 1.0 对了啊，看到吗每一格是啊对 checkbox 那些啊，所以每一格是零点五哦，说减一点零，这样这个就减一点 1.5 啊，对呀、啊，就这样好了，你自己小心哦，看一下那个有没有零的了。如果我们忘记没有看到它零，你就会真的是， Hello? 你没有看到 negative， 你就会想哦，一点零、一点一、一点二、一点三、一点四、一点五，错了。那我听到我讲话吗？听到，那个是伟伦是吧？嗯，现在又没有了哦 ，mute 了哦。OK 啊，这个 0.7 到 2.1， 你一看你就知道是七的乘法表来了，对不对？好、哦，七七二七十四三七二十一嘛，所以这个是 G
减一点四，等下 chat 那边啊。对了，第一题的第一个啊，等下啊，这个是零点三减零点三啊，减零点六，这个是减零点九来的哦，因为三六九嘛，这里还有一个看到吗？然后这个是三六九啊，你再 double check 一下那第一题啊 ，OK。没问题 ，OK 啊，所以这个全部是差零点七，这里就是零了。有时啊，那个格子没有放格子的，我也是写了，因为容易看嘛，是不是？像这一格是零点七，所以你可以这样算：一七七二七十四，三七二十一，四七就呀二十八了啦。啊，你自己形容啊，这个。所以我讲，有些是考古题都帮不到我们的哦，哦。我们还是要自己会的。哦，他没有办法跟你讲，哎，这个相差几多格啊，就是多少这样，这要自己醒猛的。OK，clear 掉了啊。这个啊，你的老师可能会叫你自己画出来，在你的数学布置还是什么啊？通常啊 ，OK， 所以这个小到大来顺序，最小的刚才有做了啊，减一啊 ，negative 的号码越大它就越小的，其实如果是 negative 了哈，减零点八，减零点三，这个你 double check 啊，我直接给了零点二，因为该我们讲了。OK， 这个第二题的来减的，我们先看啊，这个哦，最小的是。减一点一，对了，减一点一啊，最小。然后第二个，减零点八，零点八，没有分数这样乱哦。然后到减零点一，然后这个就小到大了咯。OK， 大家检查一下啦，有错的话你就直接改啦。还是我知道还是有可能错的，你不用害羞，因为会很容易粗心的，尤其这个第四题这样啊，会哟。看一下，有时我粗心的嘞，有时我写，他们会讲老师你漏掉那个是没？哦是哦，没有看到哦，所以你考试你自己小心一点了，要 double check 这种题。OK， 尖的我先跟他圈起来先，不然哦有点难看啊，太多了，很多号码。OK， 尖 ，Jenny 在吗 ？Jenny， 尖二点五六啊？在。啊 ，OK， 说、so, 再来尖一点二八。大家 check 一下啊，减。哎，老师，还没有减，还没有减。等，老师等我啊，等我啊。哦。很快。不要激动，完了。喂。Brandon 啊，这种啊、带沙哑的声音就是 Brandon， 知道吗？伟伦的声音比较轻的 ，Sophie 诺言的声音比较 man 的嘞。Brandon 的声音就是小孩的那种沙哑声，太可爱了。老师，我不要叫我小孩子了，我不是小孩子哎。OK 了，年轻人，很 Q 啊，你的声音。所以 Brandon 长什么样啊？他高的还是矮的还是？高的，肥的肥。他自己讲他自己肥。William 你讲他什么啊？伟伦高高大大只的有吗？打架不要打架。哎 OK 小到大 0.45 小还是 0.09 小 0.09 啊，这个虽然我知道你应该是会哦，还是讲一讲好啊。OK， 搞定。哎，我有错你也可以跟我讲啊。我也怕我粗心。OK， 这个我圈起来就是因为我怕我自己粗心啊，不然我看不到。也贱了，还拖号码了。哦，他讲自己讲自己。OK， 这个了，割掉。啊，哇，这两个极像啊，哦，对了，0.252先啊。然后0.025，够大哦，这是够喏，全部一样的号码，然后零点多啊，不要霸凌我嘞，啊，
八零，不要语言霸凌我。哎呦，怎么办？被霸凌啊？没有啊，我们在讲你自己，讲自己，我们没有人讲你肥耶。OK， 不要霸凌我，不要霸凌我就好了。哦，你不要自己霸凌自己啊，我们爱你啊，直接删掉啊。没，因为在 chat，有人讲他自己讲自己肥，他有自知之明，他讲。大家不要霸凌他，我们没有霸凌你，我们爱你啊！知道知道，讲不了。OK， OK 啊，这个还算容易了哈。啊，会出新吗？确实，有没有人试题完全没有出新啊？对到完了。你。哇、哦、，OK， 很好。要很小心做，有啊 ，OK 了，还是有了，觉得你们应该没有问题。OK， 这个就逆序了。这逆序啊，一旦你用英文了，是不是啊？顺序是 ascending order， 刚才那个新的那个一顿，因为哦 ，OK， 因为家俊，我可以叫他家俊嘛？新的一顿叫什么名啊？是咯 ，OK OK， 那那个友军烂那个叫蓝总亮 ，OK， 一顿家俊是一号，不要一号二号了，一顿林还有新的一顿，你叫一顿什么？啊，我就叫一顿了。你姓什么？啊，易。哈？易。易呀，这个、啊。多一个易。易易呀、啊。哦，易呀、啊。易易，不是三个易。你的姓是三个易呀、啊？真的、啊？谁、啊？真的、啊。特别啊。一灯一鱼啊，是啊，啊，真的、啊、三个一啊，啊哦 ，OK， 一个是一，一个是零嘛，OK， 一灯一和一灯零嘛 ，OK， 来大到小了，说、so, 一灯一 ，descending order 是逆序啊 ，OK， 这个你们你要记啊，他们应该是大概知道了的，大家，因为我们讲了很多次顺序逆序啊，这个是逆序来的。Descending order， 因为我们一定要会看题目、哦、不然的话，不懂还要做。OK， 大到小，我快快的写掉它。OK， 不过我可能快会出新。啊，我有错，你跟我讲啊，你对照。对了，对哦。答到小。OK， 你对照一下啊，你刚才没有做的话不要紧，你现在抄 OK 的这个，我没有要你啊、全部自己做，我也知道这种很太多了这种题目，啊，哦，可以的，我知道了，所以刚才我要强调，我没有逼你做啊，你可以上厕所，你可以走来走去一下啊，你可以休息的，因为你会了的 okay, 这个东西、okay. 啊你会有的是不是大家、okay, 啊、不会的你自己老实从老实到来啊大到小因为中学了嘛不是小学了小学我们还会毕一下要拿藤鞭教啊中学不用了啦、嗯、你不会你就要自己注意一下留意一下 2.871 0.718哎，如果你真的是在抄，你顺便要 double check 啊。我也是，你看现在立刻出，我没有在看答案了。如果有错，你可以给我知道啊。剪，要那种全神贯注，不然做不出来这个。OK， 可以了，应该是对了 double check。大到小，逆序 descending order。等你回来，我们做那种小 test 还是什么啊？我就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是会有。OK， 我知道小数点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了，啊，分数可能就会有。所以到时你不会，你跟我讲啊，我再教。OK， 好，大家，如果这里已经写完了，你看看啊，看看没有什么问题啊，你可以先 quit 了啊，我们下个星期见。很快哦，欢乐的时光过到对对。完了没？耶、yeah, ，然后就拜五了，放。
接了。哦耶！很可怜的你们的 Sejara， 以前 Sejara 哈风温没有降温的，新的课程真的。闹鬼降啊，闷闹鬼降啊，我的啦。啊，你们什么事？有那什么冰河时期啊？拿我这个，又拿我这个教育局。没有啦，不然我们会这样讲啊，是他的时间点他安排到很好，只是他读着是很难读，不还要讲不让你们背，很难背。要背的时候啊，一字一句其实是。行、啊，好了的，你可以先 quit 了啊，我们下一堂课见，拜拜。干嘛？Yeah.